我们取用了两个台湾尖端所提供的快剪片，把它撕开来，好，里面会有一个我们的快剪片跟试管，应该和干燥剂，好，放着。好，再来另外一个，好，这是干燥剂。好，稍后呢，我们将各自标上，一个是标一个正号，代表 positive control， 我们会用我们配置好的黄曲毒素 B1， 另外一个是我们刚刚处理完的黄豆样品。好，一个标上黄豆，好，一个标上我们的 positive control。